出来！那个旭言，我只是刚好路过啊，想看你在干嘛。我也不是什么变态跟踪狂，也没有打扰你的意思。你已经打扰了，有事儿吗？哎呀，那抱歉了啊。要不这样吧，你给我一个道歉的机会，我请你吃饭怎么样？或者干点别的其他什么都可以，我都依你。什么都依我？对，什么都依你。那我现在就一个要求啊，那就是请你离开。行吧，拜拜。你不要试图追求我。不是你听谁瞎说的？咱们那个，对吧？哎，我就想追呢，怎么着吧？不怎么着，徒劳而已。我乐意啊，我就喜欢自取其辱。你管着吗你？